Ne yapıyorsun sen onu bilmiyorum.往右边。看走的就是河南永路上去，然后前面就是那个房子那里休息。那我们今天走的是日人路，日人路应该就会经过山珠峰错地那一些。比较湿啊，是不是？它没有整理啊，就是原始山径啊。嗯哼。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原始山径。这里。大石场。起源桥。干山石块取自此处。进入三月份就行了。